狐妖之力。数千年前，涂山借助苦情树感知世间真情，助妖族结缘，结缘所生的情力则滋养苦情树，以此循环，生生不息。涂山，我照的。懂。多年来，苦情树一直遭暗黑之力侵蚀，天书任务向来与苦情树息息相关，只要完成其上情愿任务，便可反哺苦情树以壮涂山。无论如何，涂山都需要庇护这份情缘。是你把我救回涂山，陪我修炼，只要是你所想的，我都会替你完成。姐姐，对付这种废物不用你亲自动手。一个不会术法的人族冒险来妖族，定是有要事相求吧。我想与妖结缘。我愿意历史永远喜爱他，至死不渝。人妖冲突不断，以启蒙不能再坐视不理。这连番的事件明显是想破坏妖母与一启蒙之间的关系。本庄主要灭了你们这帮涂山妖孽。小心姐姐。从今以后，世上再也没有东方家族。妖仙姐姐，我来告诉你东方血脉的秘密吧。狐妖之力，渊羽之气。人妖和平不仅是你的心理，也造就了人的活的心理。苦情树被人世间换了芳华，替代星辰，为他照亮夜晚，让他永不时悲伤。